月九日晚上，人气男子团体 Wonder One 因海外行程，经由金浦国际机场出发。当天，数百粉丝早早前来机场为偶像送机，一字排开等待偶像到来。Wonder One 成员一现身，便引起大量闪光灯与尖叫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好在成员们心情并未受影响，虽然口罩遮面，却难掩帅气。据悉 ，Wonder One 将于7月10日、11日两天举办世界巡演东京站。搜狐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